哎，最新章节了，白痴。不会有什么奇形怪状吧？不会不会。哎，简单呢，简单呢。啊，请说。哎，简单，五个模组，一分钟。请说。好，然后五个方块。嗯。都是那个调色盘，有 A E I O U。哎。然后一个是红，然后一个绿，一个黄。红绿黄哦。嗯。红的暗蓝，绿的暗黄，黄的暗绿。绿的暗红。绿的暗黄。然后黄的暗绿。你不必多说了，BGM 可以响起来了。来，别出来了。高速投胎。哎呀，赖社长，你要自信。我想救你啊！我没有办法。哎，换大凯哦，大凯，我进来了。四色方块，五个。那你跟我，你有没有那个？有 A I O U 哎，有。有。那你跟我讲有五个。蓝。啊，五个。蓝绿红蓝，红黄，蓝绿，红黄蓝，红。哦，好，我们还是一个一个来吧。蓝黄。绿红啊，绿红绿就爆了啊！不是蓝黄吗？蓝黄，阿弥陀佛，减速机，阿弥陀佛。哎，换胜败，来，你有什么战术？你要一个一个来，还是五个一起上？都可以吧？有没有母音？我看一下，哎，没有。好，我看红的就按蓝的，红的就按蓝的，啊，好红，没有红的，第一个绿，蓝的按黄的，蓝的按黄的，不是啊，太多在闪了、啊，绿的，绿的就按绿的吧，啊，然后黄的按什么？黄的按黄的，啊，等一下，蓝黄。蓝黄黄红，不是，那就蓝黄黄啊！我给忘了。蓝的就是黄的，那就是黄的就是红的。啊，蓝的就是黄的。这么难哦！考验你的记忆力。阿彪，哭啊！怎么有五个、啊？这个是有多少时间啊？你有一分半，你要一个一个来，还是全部一起上？一个来啊，这时间一定够啊！我也觉得应该是够吧。够啊，刚好压秒啊。红蓝红绿，蓝红蓝黄。好，然后这边红黄蓝黄啊，蓝绿，你听到了吗？蓝黄绿，我眼馋啊！这个真的要靠你自己啊！我觉得时间应该是够啊。你的记忆力行不行啊 ？J， 我应该是还行啊。我爆了！我看错了，我给看错了。来，换那个。嗯，爆炸专家，你想要我大凯？爆炸专家大凯来，有 A E I O U， 哎，没有，然后红绿黄红，蓝绿红黄，哦蓝，这个人真的是在搞哎、欸，不是、欸、这个真的是爆破专家。我真的没有在骗你，这个真的是爆破专家。我看这蓝色，都看到别的蓝色去了。哎呀，那也没办法、啊。哎，换米米了。有没有母印？我还没进去，来了。然后另外一个蓝黄黄蓝，黄红红黄。好，哦。绿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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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绿，
快点，绿绿跟红，绿就是绿啊，绿就是绿啊，然后一个亮红啊，一个亮红啊，红的就是蓝的。啊！太多了。好，这关我看阿 Z 真的是必须要发飙了。哼，你的记忆力就不行，你承认了。嗯，来，这一波咪咪 Lucky 直接告诉我颜色，让我现场直接。我相信你哦。啊，有母婴，有母婴。来，然后蓝的，红的是蓝的，红的是蓝的，红的啊，绿的是黄的，黄的是绿的。哦，可以，好。我给忘了。绿黄交换，蓝红交换，红就是蓝，蓝就是蓝。啊！蓝狐狐，阿弥陀佛。我是色盲，一开始我们都是色盲。我给忘了。我今天你先一二三四一个一啊，看起来记忆力也不太好。换那个了，大凯有 A E I O U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啊？不是啊，太多个了，真的太多个了，真的太多个了。红就是蓝，蓝就是红，绿就是黄，黄就是绿，色即是空，啊、空就是色。有形就是无形啊，无形就是有形啊，有无就是有啊。五条悟复生，完蛋了。对，你什么都知道了，但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！这关你们这样能算分吗？这多少在远的？嗯，好，再一次，我帮胜败拿一分了，好不好？我挺胜败。来啊、哦，我要进了，你赶快告诉我。哎呀，南无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不能算吗？啊，这一关你们不好拿分了，这样子你们不好算分，我们直接下一关吧 ，OK 吧？好啊，下一关吧。嗯，你是不敢证明你自己？没有，我这样帮谁拿分，我都说不过去啊，是吧？算你自己一分吧。嗯，这关算我的分数吧。好吧，你要关那关算我一分吧。来，好，白痴，来新的一关，十一个模组，三分钟一次失误。那你可以直接死啊！你好好努力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十一个复杂线路来，然后红白有灯没有信号，红白有灯没有信号。嗯，啊，那不剪。然后红白有灯有信号。有灯有信号，那就是减。然后白的有灯有信号，白的有灯有信号，减。然后蓝的有灯没有信号，你看有没有那个插槽？插槽哦，没有。哇，那不减。然后红的没灯没信号，红的没灯没信号，减。减。然后白的没灯没信号，减。哦，没过哎！啊，顺便提醒你，30秒了，我们还有没过？怎么可能？我们还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还有八组哎！爆啊！怎么可能啊？哎，我们还有八组哎，你有头绪吗？我很快耶！我已经快了，你很快了吗？白的没灯，全部给我解了啦！然后那个什么红的有信号没灯的人，全部都解了啦！然后那个什么，只要是他那红蓝红白，他有条纹，有信号有灯，也全部都解一解了。没有问题，好啊！你的预言说完了，我也死了。阿彪，阿彪，阿彪，哦，彪，哦，哎，后面的关卡好像都长这样的、欸，全部都是同样的模组。这一关我一定过、嗯。好，来，大凯，你想要挑战哪一种？来啊，我们给你们一人挑战一种，好不好？大凯，你选。有没有摩斯密码的？摩斯密码的。摩斯密码还行的。
你摩斯密码还行哦。我听刚好哦，好哦，摩斯密码啊，六个，可以可以，好，一个一个来呗。来哦，进场喽。可以，准备好、哦。没问题。哎，可以可以。好，来了来了。行，长短短短短，然后一个短，然后短长，然后一个长。3.582。你第一个就裂开了，不可能！你就裂开吗？我摩斯密码很强。哎呀，你第一个就裂开。我摩斯密码很强。不爆啦！哇 ，EAK 怎么这么多啊？还有三个哦。爆炸了，我爆炸了！爆炸的原因，我摩斯密码很强啊！哎呀，怎么会？哦 ，EAK 太多了啦！来，胜败你一样有这个机会啊！你要从哪个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挑一个顺眼的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挑，你挑。我挑第五个吧。一二三四五，好。九个模组一次失误。4分钟，准备开始。是干嘛的？我还没看到。哦，全部都是解英文的。好好，你加油哎、欸，你加油哎、欸，这要靠你自己。呜呼！你不要。哎、欸，你可以玩游戏。哭啊！你赶快随便给我报几个字啊！我找找啊。报几个 ？About。About。About Ben Eva Foster House Neighbor House Neighbor Point Right Small S 开头的是什么？有 Small Spell Small Spell B 开头的是什么？B 开头的有 B E L O W， B E L 没了啊，就一个，就一个，哦 ，below 啊，这个B 哦 ，below 啊，W 有很多是不是？啊 ，What will？为了 watch， 一开头的是什么？一啊，啊，一开头的 ever， ever， 啊 K 开头的呢 ？K 开头的没有，没有。F 开头的是什么 ？F 开头的 first， first 啊，有吗？有 first 吗？不然就是 F O U N D 啊，这个怎么？第二个有 W 或啊？怎么？完了，这个到底是什么 ？W R W R 有没有？没有吧 ？K W R 有 W R W R I T 啊 ？W R I T T E 哦。有，你一般都不行。有没有？它很多字啊，它很多字哦。I 开头有没有 ？I 开头的没有。I 只有开头。P 开头的有没有 ？P 跟 N。P 有 P 有 point 跟 P L A N T， 还有 P L A C E。P L A C E 啊！完啦！我手上有 D 开头的 D A T H D A T H， 哦，怎么有这么多个？这要自救，考验你的自救能力。这也没有办法了。其实到后面的关卡好像跟你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嗯，基本上靠你自己吧，兄长。想终于轮到你玩游戏了。想活了还是得靠自己的。哎，我这个应该是还能过。好了，今天看起来依然
是由白痴获胜喽！大家掌声！哎，恭喜白痴！我想要挑战成功啊！你真的要挑战一次哦？好啊！那我们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再挑战一次好不好？好，给我们看看冠军的实力。来，你先跟我说，进去之后你要什么？我要那个序号末位是不是偶数？然后有没有那个很多孔的那个槽？还有几颗电池？好。然后我进去就完全听你的哦，我都不动哦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嗯。我两秒一根。好，你两秒一根哦。嗯。准备进来。电池有两个，有很多孔的那个电池四个，然后末位是六。好。好。然后你现在那个白色没灯没信号的跟。白色有信号没有灯的，不要问我，全部剪掉。好，开。OK， 然后来红的有信号有灯，红的有信号灯剪。然后红白，哎，这个剪了。然后蓝红有信号没灯，蓝红有信号没灯，不用。然后蓝白有灯没信号，蓝白有灯没信号，剪。然后蓝的没灯没信号，剪。然后蓝的有灯有信号，不用，蓝白有灯有信号，蓝白有灯有信号，用。嗯？啊，蓝白，嗯？啊？蓝的有灯有信号不剪吗？蓝的要剪。哎，管他了呀，全剪了，受不了了。好气。你看到快点，全部剪掉！红的没灯没信号，红的没灯没信号，剪！蓝红没有灯没信号，有灯没信号，剪！然后红白也没信号，红白有信号没灯，红白有信号没灯，剪！哎，剪！红的有灯有信号，红的有灯有信号，剪！红白没灯没信号。红白的剪，蓝色有灯号，有星，有灯没信号。蓝色有灯没剪，剪。红白有灯没信号。红白有灯没剪，剪。好，全剪。全剪。红白有信号没灯。红白剪。红白有灯没信号。红白有灯没剪。红白没灯没信号。剪。好，然后蓝白没灯没信号，蓝白没灯没信号，剪。然后白的有灯没信号，有灯没信号，有灯没信号，不要。然后红的有信号有灯，剪。然后有灯没有信号的红的，剪。然后蓝白有信号没灯，剪。你千万不要剪啊！我剪不剪也不重要了，因为马上就剩26秒了，临时时间已经不够了。2秒一条，最后那是一条人命，有一面那就是全部剪掉。2秒一条人命，有一面就是直接从头剪到底。我不管你有没有说，我就剪到底，全部都剪掉。他说不剪的，最后都是要剪。其实不剪的很少。我看你全部都是剪啊。没有，是因为很多炸弹又是偶数又有那个洞。刚好你那个全部都符合啊。刚刚那个运气比较好。哦，所以刚刚全部都不用剪了。全部都剪。基本上就全剪了。哦，那你就直接跟我说哪个不要剪了，我就一路剪过去啊。我有想到，我后来怎么办？算了，直接剪一剪。算了，直接把我炸死。对，没办法，后来就想说算了，直接把我炸死好了。好了，收工了，这就是我们炸弹的最后一集了，一样有白痴获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这群玩家就到这了，收工，要不要打现场？